是比林。好，林在这里，这是真的假的？聊天机器人的就是好友 QR Code 加好友趁现在，真的假的呢？会帮助你破解所有的假新闻跟不实讯息哦。好，举例来说，美国早就将生化武器当成比核武器更威力的战略了。病毒都是来自美国的 ，SARS、艾滋、伊波拉病毒、炭疽病毒、禽流感、非洲猪瘟，全部都是用来控制地球的人口。说比尔盖茨也是犹太人，而且他是新冠病毒生化战的投资者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假的啊！还有呢，台湾前阵子台北在闹蛋荒，我蛋都要投到宜兰才可以买得到蛋，可是宜兰根本不缺蛋。哎呀，没电了，有。他说了，如果你可以再等等，不要去抢购哦，因为呢。南部的养鸡场，南部的养鸡场哦，你们遇到了禽流感，鸡已经被扑杀了好几万只，千万不要抢蛋，那个蛋啊，吃了会得乳癌。吃蛋可以得乳癌吗？吃蛋应该不会得乳癌。好，还有呢，周一早盘报表，成功涨停锁死，获利 9.92%。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收到像这样那个简讯，都会有很多啊，说本周已经有就是超过 40% 的标股了，但是这些其实都是诈骗，大家投资没有这么容易，那个传是很深的。面对假新闻、假讯息，不应该这么的痛苦。所以呢，这个聊天机器人想要帮助大家的，就是帮助各位不要孤军奋战。下面有英文字母，就是如果就是我看到有一些好像不是讲中文的朋友，我们做了一个聊天的 LINE 的机器人，然后可以帮助大家面对不实讯息。底层页好，如果遇到想查的东西，就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分享给聊天机器人，那它就会自动告诉你啊，其他的贡献者查过什么样的资料。那这一些机器人可以知道回什么，那是因为啊，它背后连接了一个很大的资料库，超过70000多笔吧。那如果机器人收到了讯息，资料库没有，它就会问说，那你愿不愿意贡献出来，加入这个生态系的一份子，成为全世界可以回报这个讯息的朋友？那之后讯息就会公布在网络上面，那大家就可以进来看讯息啊，写回应啊。现在有超过70000则讯息了嘛？那同时我们就有很多的参与者在那边回应，已经公开在网络上，所有人都可以使用。那还有就是电商帮，就是接 API 的报告啊等等。那我们希望可以让协作的成果获得最大的可能性。我们今天在这里呢，请大家做善事哦。我们要到比如说，如果你不会写程式，跟我一样，那新参者超级欢迎你，我们可以写按赞、写回应，就可以帮助大家了。那如果呢，他还可以帮助你看有多么多么爱我们。还有就是有没有人写过相关的回应？那其他的讯息都会被他人看到，也可以加回大家。那而且我们有学习历程，所以你可以获得你的交友主页已上线。还有程式开发呢，我们需要有就是一个下午就解决 issue， 超级简单，超级容易。如果你会写程式 ，Node.js 跟 React.js 都可以写，那我们就会让它变得更好。好，希望大家一起来帮忙协作，耶、yeah! ！